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《莫西纳利亚》，《莫西纳利亚》。那么开始吧。哦，上一集啊、哦，打游戏机那个游戏机啊，爆难的啊，不知道在难什么鬼了啊，难的要死啊，所以反正我们就终于突破了。莫寻一开始就当蜘蛛人爬上来，有人说这个超像蜘蛛人的啦啊，没有吐司。莫寻，那里面是什么？可以走进去吗？诶，走不进去吗？走不进去吗？哦哦，走不进去吗？为什么走不进去？我好不容易解开门，不让我走进去，不是吧？哦，要按旁边的哦，旁边的按钮才得进哦。我还以为好不容易解开门，为什么不得进？这个柱好大哦。诶，树根可以按呢、欸。挖土，莫寻为什么要挖土？有机器人来了、欸，要干嘛？吸完土，然后又回去了。然后嘞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里要钥匙哎、欸，我没有钥匙。这是什么？到负一楼、零楼、一楼。哎，这里好像还有二楼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看一下树叶。哦，星星二楼。所以，不知道，那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有什么？像我在一楼，那我要去二楼，我是不是想去二楼啊？还是要去零楼？我看一下我能按什么。零楼我好像，零楼要这一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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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颗就是左右两颗不用，左右两颗不用，左右两颗不用，我少一颗哎，能不能搬过来啊？不行，很好。很好，不能搬过来。那上面的那个四个角落不用，所以我可以在这一楼。要也要这一颗要，那上面这里啊也要，都要都要怎么会这样？那我少哪一颗？那我进来能做什么？有监视器在偷看我。还是跟刚刚播那个图有关，我再播看看。播土，然后来扫地了，扫地的，扫地，扫地之后嘞，抓起来，哭哭，哎呦呦，哦，扫地的吧，把灯泡扫起来了，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就可以把灯泡插回去了。我刚刚看来看去就是，这是三个孔要插这里，两个孔的插这里，所以我只能插这里，是不是？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去零楼看看，零楼，零楼，零楼，不行哎、欸，想不到零楼这么难去哎、欸，要从哪里开始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从这边。呀呀呀呀呀呀！零楼耶！哦，我到零楼了，到零楼了零楼能干嘛？出去看看。原来这是零楼哦！啊，我被骗了，我被骗了啦！什么东西啊？那我要去二楼才对吧？我要去二楼，去零楼干嘛？我被骗了啊！好不容易画出零楼，哟，好像白痴哦，画出零楼，一楼好像画不出来嘛，它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颗，我少一颗嘛，我少一颗不能按，你看，我少一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才7颗，所以我要看这个，我要星星，星星啊，要星星上二楼啊，星星上二楼，星星上二楼，这样子吗？噔噔，星星上二楼，到了，那我们出去看看吧，希望有东西啊，水池这里有什么东西？搜索一下，我在想什么？
哎呦呦，我想对他做什么？是这个吗？哎呦，关电灯哎！这是什么？拨上去，没事，没事发生，因为没电了吧？我把电都用掉了。能拿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好像想到什么了。那能走上去吗？哔哔哔！哦，我先不要走上去，我要去处理哔哔哔。我要去处理哔哔哔，哔哔哔，我看一下是不是这里。哦，处理哔哔哔。哦，在马桶下面有哔哔哔，所以我就要从马桶下去，是不是？英雄要从马桶下去，太神奇了！所以我今天就是要破解这一关。哦，这是饭店吗？还铺红地毯到厕所，好神奇哦！我可以踩在那个这个上面，所以应该是电箱有电的时候。有电的时候，我可以用这个杆子操控这个机器人，是不是？我试看看哦，试看看。目前能玩的也只有这些东西而已。拨，没反应。拨，哦，往下嘞。哦，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吗？这棵树在摇，哎，可以点吗？不行，都不能点。很好，鱼也不能点。那。这附近踩上去好像没有，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吊灯诶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踩上去应该可以拿到吊灯吧？我来看看哦，再往下拨，停住停住，超过了，往上拨，吊灯诶，有电诶，有电，有电不知道会怎样，看莫勋被电吗？那先上去一下，耶，上去，哦，他被线绑住了，拿不下来。那我能把线咬断吗？我看一下哦，我只有胶片而已。所以如果我要拿这个吊灯的话，就要把线弄断，线弄断。这里有东西可以弄断吗？有剪刀，剪刀一把，好，剪刀一把。我看看哦，看看我拿不拿得到。走太过去了。哦，莫勋，剪刀拿不到要踩着那个吗？踩着机器人，又要操控机器人，操控机器人拿剪刀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拿这个要干嘛，拿这个要干嘛？我不能直接从马桶跳下去吗？还是马桶太小了？马桶太小了，要把马桶移开是不是？不是吧？真的还假的啦？要怎么把马桶移开？我看看哦，先上去再说了。马桶要移开哦，这有点难度哦。马桶要怎么让它移开？我拿到剪刀了，好，剪刀一把。要移开马桶，移开这个马桶，移开马桶，我才可以从这边下来，才可以用炸弹。要移开马桶，然后用这个来撞它，行不行？行不行啊？我来看看，清扫机器人会撞吗？会撞开它吗？我来看看，我看看，继续往下压，看清扫机器人会不会？有什么事发生吗？好像没什么事发生。我来看看。没事发生。我能动的只有莫勋嘛，莫勋能动，然后还有机器人能动，那能动的只有这两个，目前是看到是这样啦，能动的只有这两个，所以我要靠这两个能动的人把那个马桶移开，是不是？有好像有难度不管啦，那个这里有吊灯啊，先把吊灯收起来。直接剪会不会触电啊？我有点怕怕的。我不想触电。
我已经被电过好几次了，在接电线那里，我被电过好几次了、欸。那就直接上去好了啦，不要被电了。这样应该不会被电吧？呀，拿出我的剪刀，御用小剪刀，也剪断，剪哦哦，瞬间接到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把剪刀绑在这？为什么留在身上不好吗？那拿这个要干嘛？我来看看哦。等等哦，对你使用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挂在上面哎、欸。那我本来想说随便用看看的。那挂在上面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哎、欸。看看，机器人有挂钩了。然后嘞，我去下一间看看要想什么。也是机器人挂钩，意思是说用机器人撬开马桶吗？我自己撬不开，所以要靠机器人撬开马桶，是这样吗？好像也没其他方式好了嘞，又走不上去，走不上去啊！莫勋不想走上去，莫勋摇头啊，要拆炸弹。那好吧，那就只能这样了，我也想不到其他招了，没招啊！啊，各位，哎、欸，没开电啊，你不会动了，没开电。莫勋把剪刀绑在这里，让我匪夷所思、欸，哎，是什么？要暗杀某个人吗？所以把剪刀绑在这，掉走过路过的时候，剪刀就会刚好掉下来。莫勋，你太邪恶了，这一招太邪恶。莫勋不是制作群，应该没这么邪恶吧？啊，莫勋，你有这么邪恶吗？小莫勋。可爱的小莫勋，来，再来，呀，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，又退后了，退后了，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，哎，没有声音了，不会退后了，那应该到底了，我的机器人到底了，我的清扫机器人一直只会扫这一条红地毯，那我来点勾勾，点勾勾，哎。点勾勾嘞，然后嘞，点勾勾，勾马桶，嗯，勾马桶嘞，哦，勾马桶，然后嘞，然后让我往前，然后把马桶搬开吗？希望如此啊，啊，让你往前把马桶搬开好不好？希望你搬得开啊，搬得开吗？看一下。哦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好像冲得特别快、欸，大家有感觉吗？马桶被移开了吗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马桶被移开了。那我现在可以跳下去了？哎、欸，还不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跳下去？这样跳下去会死吗？哎、欸，旁边有卫生纸，哦，我抓着卫生纸下来了。我靠，这个卫生纸这么强韧哦，到底哪一排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接近炸弹了，为什么不能学坏人这样直接爬上去啊？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哎呦，四分多钟哎、欸，要怎么接？一等一加 A， 二加 B， 三加 C， 四加 D， 五加一，是这个吗？等于零，所以我要把这个拆起来，零一。一是哪一条？一是哪一条？哦，这一条，这一条，我看到了。A 在这。那二是哪一条？二，哦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！还有炸弹在哔哔叫哎。二这一条。三是哪一条？三。三。找不到啊！这一道找到了。那最后两个用猜的好了，来不及了。哎、欸，猜错了，好紧张哦！哦，3:49，我成功了！哦，莫勋把炸弹解除了，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那我要怎么上去？莫勋，你要怎么上去？哎、欸，
直接爬，爬卫生纸上去。这卫生纸真的好强韧哦。哦，我破解了。哦，好紧张哦。哦，49秒。哦哦，制作群，让我紧张一下下。那谢谢你喽，清扫机器人。那我要上楼上了。楼上不知道有什么。我终于可以走上楼了。走上了。走上二楼，二楼，哎呦呦呦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一直在颤抖？怎么了？中风吗？哎，有剧情。哦，原来我是帮这个博士在做事的。然后坏人来了，这是，然后坏人，嗯。坏人让博士中电了，然后他叫那个，那个坏人还蛮厉害的，然后我就这样被吸走了，原来剧情是这样开始的，然后警察来了。这个警察有点废欸。这个警察来了，怎么没有办法处理事情呢？哎呦，哎呦，原来这就是剧情。哎，警察，你怎么都晚一步来啊？要不是我能在垃圾堆中复活，哎，又有剧情欸。我跟女朋友去打弹珠吗？打手枪，呜、哦，然后呢，并互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两个人在那边射什么了？这就怀念过去吗？回忆过去。那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我要找一条电线接到博士头里面。哦，然后博士又在回响了。那哎，他又要回响了，每次按一下就要回响啊。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啦，我不想回响了啦，不要了，不要再回响了啦。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